结束了。好的，开始吧。我靠，拿着这个闸很有压力。怎么开拍了吗？开了。红点了。红了。我跳六道轮回，我的生活有点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公园现场，找了20个群演，一个群演200块，花了老子4000块，真尼玛开心。你穿过这个衣服啊？你穿过？你这个都穿过？不是吧？不是这个样子，是一套睡衣，它长得就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合作款的睡衣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，但他好像讲了个笑话。作为一个大佬讲了一个笑话，我没笑就显得很没礼貌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，就是绵羊的衣服买小了。当我在想我会不会被他900多万粉丝冲死的时候，他已经做起了手工。这个其实不撕的话以后可以给他孩子穿。略句说笑话了，那么同上我只能哇，你这么厉害的吗？你可以徒手撕衣服，好，现在可以穿了。哇，你可以徒手改造大小，哇操！哇，不会是做美食了？不会是做美，动手能力好强。我觉得你到时候要粘一下，羊羊美羊羊，懒羊羊美羊羊，懒羊羊让妹妹捧开了。没事，我加到小幽默里，他们就会知道视频为什么是这样的衣服。那不就衣服遮一下算了，为艺术的牺牲，看一下导演啊，拉鲁托，这是和你心目中的拉鲁托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完全一致，完全一致。脱下螺旋环看一下啊，螺旋环，这个蛮好适合。哎，终极混搭，两头定制。我现在只想在你裤子上画一道，画一条线，判人，判人，真的判人。我靠！哇！我被主流了，激动给。我怎么觉得我像黑山老妖？你像一个，你原本的头发上长了些什么？没有这个，他又不还原你刚刚那个。你就你又不戴好了，你戴不戴好吗？我觉得他不戴好一点。我也觉得他不戴比较像他，然后他又穿成这样，你在那跳比较好，比较好笑一点。确实，就他出来就很炸。没有人想到他突然间跑出来。导演怎么说？你觉得我像佐助吗？不像。我觉得我不协调，我不协调。不要演，我就他怎么？我靠！好哇，好敬业！哇！我操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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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厉害！我们先排一次啊！好，来了。好，准备3、2、1跳！好，咱们俩一起跑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先动起来。好，两个老师走。好，先过去。要怎样？我操，还不跑？还不愿意走？听好了，如果你不离开，会
会 kill you。 走，走住，我不会和你 kill you 的。 No no no。 3、2、1，白杀死他。杀死他。跳跳，好，两个人跳，好，全部跳。What the? Who are you? 2、1，开始。拉筋了，拉筋了，拉筋。上期视频看完，有很多同学表示想看花絮，于是更新了这期小游梦，尽量想给大家还原一个身临其境的拍摄现场吧。其实 UP 主的拍摄现场有很多都非常有趣，有机会再给大家带来更多 UP 主的趣味现场吧。我叫六道轮回，我的生活有点怪。